我们一定是稳扎稳打，一步一脚印啊！我们这一次的征召的时间，一定比过去这十几年这么多届以来来得早。大家请放心，比过去这几届都来得早。但是我们还是秉持一个原则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大家能够多争取所有的朋友，避免造成任何的敌人。我们大家团结才是最后胜选的一个基础。不单是我这样想，我相信我们主要候选人也这样想。那我们也请所有的好朋友成为我们团结的助力，不要造成我们对立的帮凶吧，应该这样讲。任何造成绿媒最喜欢的画面或绿媒最喜欢的话题，都不是一个好事情。更何况我们要对我们主要的候选人有信心，我们一起团结，我们才是最为胜选的基础。